形象公司是伫五月第二个礼拜的母亲节，来表扬乡内二十五位模范妈妈，感谢因的辛劳，嘛感谢乡内所有的伟大母亲，为福兴乡培育这么多好的人才。摸着彩带，揢着花，妈妈讲今日实在是非常的欢喜。啊，囡仔大家乖，搁友好，安啊，搁这样侪人，大家教我。教阮安照顾啊！你谢谢。好英雄为着要感谢妈妈辛苦以及为家庭的付出，是伫母亲节即天举办表扬模范母亲的活动。希望透过这个活动，会用宣扬孝道，而且来传承。今日呢是咱福兴乡一年一度的模范母亲表扬啊！吼啊，当然呢啊，今日最主要目的吼啊，就是啊，家来伟大的母亲吼，因为家庭吼啊的付出，为家庭的辛苦呢给予肯定吼。啊，就借着机会吼，啊，做一个孝道的传承啦吼。我相信这款的活动呢，啊，对社会真正是正面，够有意义的。刘伟王惠美嘛，来到现场为因祝福。咱的跩受表扬的妈妈，会使讲拢是传力社团，大家推荐出来。啊，咱嘛拢知一个成功的查甫人，后壁一定有一个伟大的母亲。咱的妈妈呢，会使讲唱苦胆，把咱的家庭苦了非常的成功。而且妈妈真是365天，天天没有休息哦。这就是妈妈伟大的所在哦。所以呢，啊，这个恭喜咱所有受表扬的妈妈，会使讲咱因的这个啊言行举止，拢带咧咱细碎，大家来学习。另外嘛，祝贺咱所有的妈妈，大家母亲佳节快乐！表扬的同时，公所们邀请模范母亲一家人做伙来翕相，为因记录这欢喜的一刻。新中华新闻蔡中清后兴采访报道。